不然我们把自己最初的东西拿出来。不要我要漏了。你不要漏点啊。我想说，就是我认识有一个演艺圈的人，身材还蛮好的。谁啊？那个何浩晨。我今天呢，为什么要开直播？就是因为家里有这个隐藏版的好友，就是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好朋友的那种好朋友。让我们欢迎。阿伟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首先我们都是音乐人，我们都有在音乐上有一些创作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有音乐上的交流。当然，我们有在健身，而且佑嘉是我看过很多艺人里面身材，我是唯一看过他全没有他就是半裸身材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，体脂是非常低的，大概也有个八九。之类的，有健身的就知道，八九很难形容，我觉得要以这个大概，你就直接讲，大概是我觉得黄雨燕跟张家辉，但是我讲得很公正的，毕竟我也看过黄雨燕的身材，毕竟我们一起拍激战，我觉得可以算是可能是黄雨燕的缩小版一点，这是真幽默哦，没有，这是真的，大家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，佑嘉真的很壮，不然。他下一次再推给你们看，不然我们把自己最初的东西拿出来。不要！你不要跟着整个，我要漏了，你不要漏点啊！二月十三，像鱼一样，可以吗？不是像鱼一样，跟肌肉有什么关系？我刚刚的确是有想过我要这个漏的画面，但是阿伟的漏，我觉得刚刚那个太震撼了。那背肌有办法吗？背肌，我现在已经背肌发凉。Q 另外一个隐藏的好友出现，还有另外一个隐藏，还有另外一个好友。Hello， 来跟大家拜个年，拜个年。我其实是 Kiki 的好友，不是佑嘉的，然后因为他是他老公，然后我们在他家，还是你们把王子叫进来？王子在吗？这是好久不见，王子。你们刚刚不是在讲谁身材比较好吗？哎呦，你要露吗？我想说，就是我认识有一个演艺圈的人，身材还蛮好的。谁啊？那个何浩晨。你这样讲是以为他有在现场吗？没有啊，还是没有。那何浩晨身材不错啦，但是佑嘉我也是有，就是说他身材其实蛮好，其实大家都不知道。留下一个悬念给大家，一个心意。就像是我们这个直播有几个没有解决完的问题，我在想我要不要就是直接拖，然后直接宣传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Hello， 虚新闻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邱胜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。